轻人的喜悦与幸福，传送给在座的每位嘉宾幸福快乐。他的天使也将引领我们这一对新人一生一世圆圆满满，相亲相爱幸福永，同心同德幸福长。我们这一对新人守住了满满的爱，牵住爱的手。那现在呢，要由我们最帅的玉祥呢，要进入我们的幸福会场。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用幸福的掌声恭迎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进场。好的，现在首先引领我们最帅的新郎是我们最可爱的小花童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我们给予我们最可爱的小花童一个爱的掌声。我们的小花童呢，代表着百子千孙，代代相传。赶快再给北小 baby 一个爱的掌声，谢谢。现在呢，我们最重要的重点就在我们玉祥的身上了。那现在呢，要请玉祥呢站在我们的幸福会场的中间，要来等待着我们爸爸。那我们杰爸爸说，我的心肝宝贝女儿长大了，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从小呢，是爸爸的大手牵着宝贝女儿的小手，一起成长，陪着我们的婉珍一起成长。到现在，那爸爸还是一样要用他的大手牵着小手，牵着宝贝女儿进入我们的幸福会场。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用幸福的掌声恭迎我们的爸爸带着心肝宝贝进入会场。那现在由爸爸牵你引领下呢，我们婉珍一步一脚印的进入了我们的幸福会场。那我们的杰爸爸说，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，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那现在呢，亲自挽着女儿的手，亲自到会场中间呢，要亲自的将宝贝女儿呢交给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，我们玉祥。那现在呢，杰爸爸还没有把宝贝女儿的手交给我们玉祥之前呢，那希望呢，爸爸在这个爱的道路上给我们这对新人一个爱的叮咛。钱婉珍交给他这辈子的金世情人，祝福他们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的前世情人。